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保存员分享事师，今天跟大家看南鸿大厦的一个两房单位。南鸿大厦邻近香港大学站的 C2 出口，一共有两座。这个单位的实用面积是368尺，单位做了半开放式的厨房，令整个空间感提升。虽然是400尺不够的单位，但客厅来讲很阔落，摆完梳化和饭台之外还有很多空间。厨房做了一系列的厨柜，储物空间很足够。两间睡房同样都方方正正，方向向住北边，整间屋都很多窗，所以采光度都好唔错，建议可以花啲心思装修下单位，咁就系一个好唔错嘅蜗居啦。如果大家有兴趣睇嘅话，欢迎联络我。